韩国当红乐团主唱吴克呢日就嚟到香港，准备出席品牌活动。一身全黑便服打扮，孭住背囊，戴上口罩嘅吴克就净系由两位外籍保安随行步出机场闸口。由于现场冇 fans 接机，亦都冇咩人认出吴克，所以场面比起以往就有啲冷清啊。但系吴克都表现松容咁，双手插住裤袋，慢慢喺工作人员同保安嘅护送之下，准备去停车场上车。就算期间一直被传媒追住嚟影相，佢都非常镇定。最后吴克就上咗大会安排嘅车离开啦。